已经开始了，我听歌。你这个。
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，咱们遇到问题的话就解决问题嘛，是。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好了，到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凑合吧。到时候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给你想办法凑合吧。你也不要太伤心了，好吧？没事没事，你也不要太伤心了。那几个大哥，我跟他们说好了，我们两个一起想办法，好吧？别哭了吧。默默，饭的话就不弄了嘛。你婆婆又下去了吗？那个默默，我就吃饱了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好吧，我就先回去了，不用送了，不用送了。